老翁首露笑颜，原名进士。欢迎收看《我家老爹有够机》。八月是属于爸爸的月份，今天的特别来宾厉害喽，人称神话一哥的李爸爸。到底这位不苟言笑的严肃爸爸，能否通过一连串的亲情送礼公式展露笑颜呢？掌声欢迎李爸爸！李爸爸你好，来跟现场的观众自我介绍一下吧。我姓李。果然不轻易开金口啊。好的，那么我们首先有请李爸爸的大儿子出场挑战。我今天带来的是智慧型手机，老爸你会开心到冻尾条啦。智慧型手机。李爸爸，这你怎么看？我上一周啊才新办一只。那接下来换大女儿上场吧。我当然是比我老哥还要懂我老爸喽。像我今天就带来的是我老爸最梦寐以求、超美、超帅气的假发。啊，你这不介意哦？他这个你是来自星星的造型。终于来到给力了，这可是我心目中最富有创意的礼物啊！真不愧是老爸，太感动了。真希望平常就是收到这种礼物，如果全家一起刮，就更刺激了。好，爸，都不早说。这样以后我们就常买刮刮乐，给你提升心脑啊！做公益哦。嗯，爸，我陪你一起刮啦。对，跟我们一下好不好？跟我们一起。来，爸，来，来，来。原来父亲节的最佳伴手礼就是刮刮乐，不仅好玩实用，又很适合解闷解无聊。哎，助理啊，赶快去帮我多买几张。今年父亲节礼物就送老爸这个吧。动行销，八八结算刮刮乐。阿爸一定会爱。报道。